你炸弹！剑圣打野，直接签决，开局先标对面打野。 30秒到达战场，不带护符，不能刷太贪的吧。 这剑是难开的，可以反一波有眼，绕一下，他可能会在这边做眼。 直接开 W， 他到3了。我感觉我不应该 A 的，我把我 E 的第3下 A 掉了，这波又妖姬先过来了。 我这印记应该还会刷上河蟹，我们往上靠一下。上河蟹还没打，可以抓他。这个塞拉斯有 W 可以吸血的了。 等他W念掉了，你妈的，又是这个妖姬过来了。这萨拉斯其实不用急的，我感觉他稍微急了一点，这波让我先手。 等我一起到就行，跟我站一起，我还可以跟他分担 Q 的伤害。还好，刚刚跟这个剑圣换了。
这妖姬又来了。别急别急，我就在等他上，我直接上他们就跑了。这波塞拉斯血量很健康，所以他死不了。对面二打一会上，但是二打二他就不会上了，他就要跑了。我这印记没怎么吃到，来，这个杰森应该会来，我吃一层印记了。虽然这波 F6 的印记没吃到，但是这个剑神的印记吃到了，我还差一层印记啊，头四层印记赶紧的拿，头四层印记很关键，会加这个大量的射程。这先决前面的话人头可以没有，但是印记不能没有，就跟凯隐一样，一定要有能量。他这样很亏的，这剑圣发育没起来，我起来了。他这个基本没得玩了。这个前爵的 E 没显示能持续几秒，挂人身上的话，应该持续到这个剑圣 E 结束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。他妈没了，别急别急，进来了，这波可以上，先杀 AD， 吃印记，再杀剑圣，最后再杀这个女坦，四层印记了，加七五射程，一个 QA 打个强攻拿下，这波先剩大招过来支援很及时啊，再控一下龙，这个节奏起飞啊。不行，我得先拿印记，有印记一定得先拿印记，这印记在对面桑兰里面。那完印记再控了，谁好杀呢？标这个纳尔，提前标他，不然有些人看你标他就怕了。你看，比如这波我标他过来做眼了，因为我们待会要控先锋了，可以给他标一个。如果这个剑圣会玩一点的话，他会把我这个印记给他反了，他可能会在石头人这边。我看他反的挺快的。我之前一直刷 F6 刷蛤蟆他都是第一时间在的，但他这波的话贪先锋了，他这波没有打这个石头人的，没事了，不了，哎，我这波想拉开再开大然后再 A 他的，这波按晚了一点，闪现直接开个大，然后回头点这个剑圣一枪，他就死了。这个石油人不要打，给我留一下。今天这个状态不太好，反应有点慢。
感觉这个印记要刷这个蛤蟆这边了。现在上，把下推了吧。好了，七层了。头四层加射程之后，每三层加射程，四七十这样。其实这边好像没眼了，他把一交了，老虎来一个，这经常在上，我这个印记要刷 buff 了，去拿一下。这塔先不着急，他看到我了，交闪，我想先来个什么呢？这层印记要刷龙上面了，从第八层之后只会刷到这个史诗级野怪上面去了。这后面有个妖姬在啊，被打断了。这把印记挺高的，不缺攻速，别 Q 就好了。我十层了。14分钟十层千绝印记很高了已经。看下我这个射程这种。625了。再来三层就是女警的射程。11层了，下个印记的话只会烧到龙上面了。4分钟，这印记没停下来过。先锋上面还有个先锋，刚好把这先锋拿了。12层了，
我 Q 一下加 0.5 的射速，直接翻了一半。把他顶下来，给我套的 nice， 好兄弟，可以细的呀。等我大结束的一瞬间，给我加个盾。给的吧，队友挺 nice 的。650射程，可以拉着走了。这就是长按，太长了。还有机会，他都摸不到我这个人，我感觉有点在欺负他。我的独条时间都没有，你还想跑，两枪就点死你。印记给我交出来，再来一层，我675射程了，小炮的射程了。我好像被看到了，被谁看到了？我被这个剑神看到的。来个头戴吧，虽然我觉得我现在的反应可能有点解得有点慢啊，但是不搭嘎。
我们可以拿大龙，对面也死了三个，来来来，我打大龙速度很快的，这两刀有点疼，直接砍到他大动脉下面了。谁记下来那儿？先不打，先不打，对，给他来抢。给他吸回去。然后救一下纳尔，拖一下印记，刷新。十七层了，六七五射程，感觉这把有万的话二十层。七百射程来一个。想要出啥？这一个 Q 翻了一倍的射速，下一把下一把